用思聪语气和女友闺蜜说话。哎，媳妇儿，我刚才输液去了。你记仇又犯了。你刷一边去。输什么液呀？想你的液。哎，媳妇儿，我一会儿喝酒去了啊。你他妈去一个试试。喝什么酒啊？和你的长长久久。哎，媳妇儿，我去打疫苗去了啊。哎，不会去这一个。什么疫苗？爱你的每一秒。男人到底可以有多双标？老公，我脚疼，快给我按脚。你哪走？你的脚跟酸菜缸一样，你以前都给我按脚的。你他妈自己脚麻烦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我脚也疼。你俩脚都一个味儿，那跟酸菜缸似的。不是，我瞅瞅脚咋的了？我瞅瞅。等我回来呀，你这个要记得呀，和我记得不一样。你他妈就废了是吧？保证做到。照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一会儿复原一下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说你喝一瓶就喝这样，还好我是个正直人。媳妇儿，虽然说你睡着了，但是我录视频为证啊，我把他这个外套脱了，我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我顾我生路上太多无奈苦累。不是，媳妇儿，我就弄明白，那现在女生怎么都喜欢穿这个呀？那还不你们爱看吗？不爱看人穿这玩意儿出门吗？哼，我就不喜欢。你别他妈放屁了！我真不喜欢。你怎么证明啊？就以后啊，我要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全毁了。你咋毁啊？我以后见一个是一个。我去 know about rolling down。今天啊，我就教大家如何同时跟两个女生谈恋爱啊。首先你得有个媳妇儿，其次你媳妇儿得有个闺蜜吧，第二你家床得足够大吧，要不睡不下，第三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得嘎嘎有钱，然后你他妈赶紧拿这个钱去治治脑瘫吧。你其他视频你看一半就划走了，你看这个视频能看到这儿，还他妈一个谈两个，你看你一个德行吧，一个都费劲，是不是？就是真不要脸了，这帮人真是。歇会儿。你多少岗啊？兄弟们，你们是喜欢？兄弟们，别碰我，你有病啊！我媳妇这样又丑又凶的呢，还是喜欢她闺蜜这样温柔性感的呢？操你！